我们这个漆模板的活岩神水呢，它是由阻燃耐磨、稳定性极高的这个 PVC 这个材料来进行这个组成的。然后它的主要技术是采用了这个高温热核的技术。那所以我们这个生产出来的这个漆模板活岩神水，它在气密性方面能够满足的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实际上我们这个在设计的时候，我们就考虑了人流、物流，包括垃圾流的不同的这个流向的设置。10万单管，如果采用10铺1的这种方式的前提下，我们可以实现每天检测100万元份。